收看实力赢阳台，我是实力有够力的有比利。今天的实力玩家啊，不是啦，是实力李刚仔要来介绍时代力量的六位参选人呐、啊。网络红人牛比利要用吃美食的方式来告诉大家，哦，我们的参选人是哪一种食物，到底是香是辣还是酸？现在就跟着牛比利来去品尝时代力量的参选人吧。制作费时，却值得等待。火候足时，他自美的红酒炖牛肉，黄国昌。黄国昌拥有前中研院法律所研究员、台湾大学与台北大学兼任副教授、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学博士等等深厚的法学背景，加上长期投身司法改革、学运、社运的历练，宛如芳香的红酒配上带劲的牛肉，经过超费时又费工的煮腌煎炒炖，淬炼出浓厚馥郁、具有深度的风味。太值得让人等待啦！红酒让你降低脑中风的几率。黄国昌提倡的改革，让你不再被不合理的法案气到脑中风。新北市第十二选区最强健的选择，红酒炖牛肉，黄国昌。人见人爱，纵横南北，远近驰名的经典台味肉霸王林长佐。林长佐人称 Freddy， 不仅是闪音乐团主唱、超级红人榜节目评审、国际特色主席、台湾分会前会长，活跃于文化创意、国际摇滚音乐界、国际人权领域，参与台湾各种公共议题运动，被英国畅销摇滚杂志评审票选为全球最佳主唱第三名的林长佐，就像是 CNN 报道老外最爱的台味 Day Man 罗霸王，无论是国际舞台还是台湾的街头，都能经常看到的熟悉身影啊！这香喷喷的家乡味，就让我想起。台湾人，台湾味，台湾鲜，台北市第五选区上大的选择，卤肉饭林长佐。多次而绵密，聪明又香甜啊，令人爱恨交织的炸榴莲。冯光远，冯光远，集学者、记者、作家、编剧、摄影、剧场工作的老资创意总监，跟生人为一身。他身具个人特色，幽默讽刺的发言，就像是榴莲散发出的独特气味与口感。虽然不是人人都可以接受，但无法否认的是，榴莲可是超级营养的果中之王。极富创意与改革实力的冯光远，绝对能在僵化落伍的文化法条中杀出一条血路。挑战极限的冯光远，挑战味蕾的炸榴莲，其中的滋味有待客官细细品尝。Sorry, oh my god！ 新北市第一选区最难忘的选择，炸榴莲，冯光远。馅料丰富又饱足，祈福招财不咬猪，台湾的汉堡挂包邱显志。邱显志，台湾人权律师与社会运动者，除了积极参与司法改革运动，更在全国官场工人事件、洪仲秋案、大埔流血案、院里反冲车、太阳花等案件中担任义务辩护律师，立志要成为无权无势民众的依靠的邱显志，就像是街头小吃挂包，如此平易近人，也有祈愿来年平安顺利的意涵，真是外表朴实，内在扎实啊！在街头上、尾牙餐会上，最常出现的挂包，象征着今年代赛的事情都会烟消云散，来年事事如意。哎，金主持，最勇往直前的选择，挂包，邱显志。单纯原料的完美演绎，平凡中的不平凡。法国面包，柯少真。柯少真长期担任环境保护及弱势团体的义务辩护律师，参与过台中神冈福郡道路拓宽案、台中地质艺术节、守护白海豚、美丽湾度假村事件、石门湖保育等各种土地争议与公益活动。柯少真坚毅的信念和温柔乐观的心，就像是外酥脆内柔软的法国棍子面包，唯有透过长时间的发酵，才能使面团散发出人工添加物无可取代的天然香气。柯律师的正气就是那么天然啊！法国棍子面包从不过度成长自己，却又难以取代，既天然又真诚。
台中市第五选区最暖心的选择，法国棍子面包柯少真，提升你的能量，充满爱与幸福的滋味。提拉米苏，同时用。同时庸在洪仲丘事件整个过程中，身为姐姐的她能够冷静看待排山倒海的压力，即使面对马英九与众多官员始终不卑不亢，坚毅果决的正面能量，让数十万人民愿意与洪家站在一起。意大利文提拉米苏的意思就是拉我起来，补充能量，正如洪慈庸温暖而坚定的力量来对抗那面冷漠的钢墙。不需要多踏，只需要了解人民。 You got it. 知道人民在想什么才是最重要的。台中市第三选区，最懂你的选择，提拉米苏，洪慈庸。好啦，吃了这么多，也向大家介绍时代力量的各个候选人，大家是不是觉得各有千秋呢？下一集遇到榴莲就没力的牛比利，将为大家继续介绍榴莲的是时代力量的各项政见。谢谢您的收看，实力力刚哉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哎，我看下去。干，真的我受不了了。笑。好，来左一口，然后右一口，再吃啦，切快一点啦。要酸软的。快点。